Hello， 小朋友们，你们看，这是佩奇家的秋千乐园。佩奇家呀，还有一个非常好玩的滑梯哦。佩奇现在要来荡秋千，坐好啦，开始。荡秋千挺好玩的，佩奇还要过去玩一下滑梯。来到滑梯这里啦，从侧边的小梯子上去，开始玩咯。好好玩呀，我还想滑多一次。哇哦，猪妈妈开车带着佩奇的小伙伴们过来了呢，赶紧让他们下车吧。先让小羊苏西下车，然后是乔治，最后还有小猫坎迪也下车吧。坎迪他要先来荡秋千。坐好啦。还有苏西也想玩。哎呀，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，苏西，一定要坐稳了。都坐好了吗？开始荡秋千咯。看得小乐姐姐也好想去玩呐。好啦，玩得差不多了，接下来去玩滑滑梯。苏西也想跟着去玩。让苏西先玩，从这爬上去。哇，滑滑梯太好玩了。接着到坎迪了，也从这里爬上去吧。哇，滑滑梯真的好爽啊。终于轮到乔治来玩滑滑梯啦。佩奇姐姐说的没错啊，滑滑梯真好玩。最后佩奇也想再滑一次。好啦，天黑了，是时候回家了哟。都来坐猪妈妈的车回家吧。乔治就在后面挤一挤吧。都坐好啦，出发回家喽。